我现在是喂食饲料区，中华狐狸村的饲料是长这个样子，200日币。然后他们为了抢饲料会吵架。来，去进来，去进来。哇，有玩家呢，去进来。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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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哦。哎呦，差点接到。来，这两只，去进来。200日币，其实没有几根的。这只呢？这只锁定目标。你很笨呢，哦，还吵架，为了争夺美食。这只呢？砸到他身上，他就会吃。这只呢？哎呦，被抢走！哇，白色那一只被欺负了，我操！体质呢？哇，黑白又在吵架！玩家哦！哇，跟狗一样。靠腰，一直被压榨，一只呢？